对面警察局在查地摊，长江超市这里有一个女的在登记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。查地摊的大家也不想看了啊，天天查。等下我们看看这个大姐是在干什么。她这是怎么了？这个？我们不是说被人家东西被偷了，不是被偷了，是这样。在哪被偷的？哦，在这里啊！在这里这么多钱包被人偷了，不是丢了多少钱呀？知道吗？一大包啊，信用卡什么都没了。哎呀，啊，里面很多麻烦。钱包被人拿了，这个就麻烦。证件还有信用卡，麻烦。你看见那个贼了吗？有看见他的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什么人？华人吗？是华人吗？后面看见，后面前面没看见。是黑人吗？走过去，是黑人吗？不是，你走过去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肯定别人也看见前面人了。就钱包了。不是，是这个啊，爸爸的他。也可能是被偷的。电视加油！哦，你们，这包里也是电龙屏照了。你来就我来个，到了十万里啊，加出来一，谁讲偏偏开的，我本来被他们几把拿，几把拿去，都抬到抄了过来了。我一句也听不懂。妈，出来给我倒，几千一斤没煮，我送你干嘛都来呀？听不懂，这怎么事了？这个包是钱包，钱包、信用卡的也都一起被小偷拿走了。没有拿的，没拿，光钱包了，小偷没报，都没报的，那你用吧。这个包里，这可以。赶紧，我们这机长剩下的把老费丢了，赶紧让电话接电话。他没有拉链的哈。我给老板送弄下去，老板给我进哦。我给老板送弄下去，这条路你给我的嘛。那这里就来了嘛，到那就来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摄像头可以照一照。Yes, camera, you can see. Camera, 这里的。哎，小弟的，这里的，哎。You can check the camera.丢了多少钱呀？一千多。Where's your husband? 哎呀。这大哥，警察怎么说的？他是做笔录啊。这里刚才不是做了吗？还要去？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偷哈？我刚刚才过来，他打，
他打我电话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刚刚才过来啊。你们是朋友？不是，他我的亲戚啊，我的亲戚、亲戚哈。对啊，我不是，我刚刚他通知我，我刚刚才过来，我现在也要去里面做笔录。现金就丢了1000多，有好几张信用卡、啊。哎呦，走到这里走路，就在这儿哈。他那个包没有拉链的哈。很快呀、啊，他就一感觉一下就没了。哎呦。警察走了，走了，笔录没有用啊！进来了，老板呢？他女儿快来了，你叫叫盯着老板，老板在摄像头跟他讲了，他这个调出来，调出来看是谁的。如果有，赶紧手机拍一下，然后拿证据给他才有用。没盯着啊，他的女儿，他说现在放了摄像头了，他还没回来，快回来，在路上了。